对球员们要求很严格啊。那这个范德回来之后怎么打？好球，漂亮！一样在场上，更多的功能就是串联。啊，这就数齐了。凯杰讲穆斯凯这赛季的三分投得很好，虽然可能产量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准确率非常高。今天我们一看产量，很早就回过头来，李钟培外线也没放进，反击，然后钻一下再把球扔出去，虽然没进，但是也是很厉害的。外线，哎呦中。哦，抢断了，好球，李阳，所以命中有点下降了，这球传不了，里边这个错位，啊，但是古泽宇倒地，所以上篮的时候左手没有打进，哎呦还。不去终结吗？好球！夹击传对角，球被切走了。高斯马，漂亮！那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浓重了。那就看看福建队今天的这些管理圈有谁能够表现的出色吧。当然时间还多，毕竟还是新秀。好球！林间的有了，哎，江鹏是不是要动一动呢？哎，他得提上，哎，好球的时候打进上来的功能非常的清晰，然后去拉开空间，投一些远投，好球，李阳，进程放缓。在双外援节反而放缓，然后火箭队靠着张鹏加李一阳陈林坚的这个组是非常不错。李阳这个防的不错，罗杰斯再给底角空位，惜了。李阳的处理啊真好啊，就这种转换带走陈坚，跨步好球，没有完全的恢复啊，还行，能跑啊，哎，可以，哎呦。